怎么了?还好吗? Thank you.
我来帮你介绍一下。 我的名字叫做石家，这是我们第二次见面了。哎，成恩以前跟石家见过吗？这也是没办法的事，毕竟上次我和你见面的时候还不长这个样子呢。 事到如今，哥哥也不会这么惊讶了。多谢你多年前的救命之恩，我就是你那时候紧急救下来的那只受伤的地质。 大声地说喜欢你，我最喜欢你，这是我心中最动人的旋律。雨过了，天色会晴，你笑了，我的心会放晴。 加速的节拍器 ，One and two and three。
起来啦。真，你看，台中国好有趣哦！不管是前天吃的煎包，昨天吃的萝卜糕，还是今天买的蛋饼，通通都加同一种辣椒酱哎。差不多中午就会回来了。怎么了吗？工作。是长官跟下属的关系。在南投国的时候，我也大概只见过他两三次，没怎么相处，所以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。虽然南投国是无论什么物种都能和平相处的国家，不过还是有社群差异的嘛。我这种猫科动物基本上不太受鸟类欢迎，所以关于鸟类的事情我真的不熟。熟的样子，听他说过，他是因为看不惯嘛。而且周边都是人类国家，这点基础知识还是必须要有的吧。
的不会。我们今天玩节奏游戏，不需要挥手把，只要安安静就好了，没问题的啦。Thank you.
两位有什么问题吗？我们是经过合法途径入境台中国西屯州的旅客，相关费用已经事先结清，这里有台中国联邦政府发给的通行证。我们先回去再说。皮斯卡，你是怎么搞的？为什么让鬼鬼遇上麻烦？事情交代给你，你却扮成这个样子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你不用包庇他，就算是你坚持要出门，他让你碰上麻烦，就是他失职。这样子的话，那我这次就不追究了。其实也不是不让你出门，只是现在的台中和你所知道的台中已经不同了。原本想说只要让你只待在家里就没问题，说起来算是我的疏忽，不是你的错。这份证件你带着，至少可以避免你下次出门时碰上麻烦。我是说，只是在这附近晃晃的话没有关系。总之，通行证你收好，不要弄丢了。说起来也是我疏忽了，人类这种生物有基本的社交需求，我这样让你守在家里，我和皮斯卡则一直在外忙碌，哥哥也比较不会这么容易担心了。一般来说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让哥哥自己来杀时间。知道会有这种事情发生的话，我当初不行，我一定要想到一个办法，可以完全解决哥哥现在的困境才行。倒是好解决，我等等研究一下好了。不过我还是觉得哥哥可能是真的在房间里待太久了。不然这样好了，我来坐个车，你在这附近走走绕绕好了。不过尽量留在西屯州内，可以吗？交通费可以租车，之后如果有需要的话，可能还要请哥哥充当一下司机。现在不过是早几天租起来而已。
那边还在西屯州的辖内，没有问题。夜市，我还没有去过夜市，我也可以去吗？你最近工作很勤快，可以稍微放你半天假。如果哥哥不介意的话，你也可以去。事情要忙呢，对啊，石家跟我们一起去嘛，听说那里人很多，很好玩呢。哥哥会希望我一起去吗？那我就去吧。好哎，要去逛夜市了。怎么了？有什么好笑的？这种模棱两可的说辞，可是很容易招来仇怨的哦。
生粉和香菜，哼，根本是北部邪道吃法。真正好吃的是鸭血糕吧，淋上酱油膏，再配一碗鸭肉面，那才是真正的米血。吃饱了的话，把收子收一收，然后早点休息吧。嗯，再忙一下。